你多久没上 Grandmaster 了？这家伙最近排名出的很快，皮蛋。在我们收到野田号邀请三小时候，就在 Grandmaster 上工作这桩钱啊，机会不见了。从纽约到东京啊，追击问题，他是你前男友吗？丹桑，あなた、チャイナタウンの探偵なんでしょう？真的吗？我探偵天一本都这么有名？質問は三つだけよろしい。 加邪念，会告诉你。背后仿佛有双无形的手在操纵着。谁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，谁就是 Q。求神英明好。 这一切不会是巧合，都是 Q 早已经安排好的局。 I ever see. 金峰、まるで神になったような気持ちじゃないか。<音楽>